大飞往天啊，估唔到有能力做到七条片呢个朝头早。印度莫迪喺上合会议组织嗰日开会兜口兜面，叫俄罗斯你收档啦，唔该和平，你唔应该侵略，各样嘢亦都讲到能源同埋一个粮食嘅问题，估唔到。嚟得太快，上合会议到而家都不足一个月，喺联合国大会上高，莫迪已经企喺乌克兰上高，而家寻日直接咁样同泽连斯基通电话，呢、这个已经得到新德里方面呢个消息，莫迪同泽连斯基讲，俄乌冲突不可能有军事解决嘅办法。同时强调危及核设施可能会造成嘅灾难性后果，而莫迪话嘅两位领导人讨论咗乌克兰境内正在发生嘅冲突，总理再次呼吁尽早停止敌对行动，更加需要走对话同埋外交道路。佢更加表示，佢坚信冲突唔可能有军事解决办法。更加表示，印度愿意为任何和平努力作出贡献。莫迪更加重申咗尊重联合国宪章、国际法以及所有国家主权同埋领土完整嘅重要性。咁当然啦，中国亦都不停喺度讲紧，都系讲紧呢个问题。尊重聯合國憲章，尊重一個主權，大家坐低嚟談，我哋會努力噶啦。結果你見唔到中國喺呢件事上高發揮佢嘅國際影響力，同埋直接咁樣對俄羅斯普京說不，呢、這個就係同莫迪好唔同。莫迪直頭喺會議上高去質疑普京。而嚟到呢一度，佢直接咁样同乌克兰嘅泽连斯基通话，但系你有冇见到中国都话嘅？哎呀，我哋最重要嘅就系联合国和平宪章办事，尊重主权，双向而行，最紧要和谈，佢会为此作出努力，但系见唔到佢同普京，咁当然啦，可能暗地里有讲啦。但系，既然要谈判、要和谈，系双方嘅，咁你见唔见到喺呢件事上高，我哋嘅习主席同泽连斯基去讲呢番说话，到今日仲未睇得到。但系莫迪一转身，一个漂亮嘅转身，由呢个联合国谴责投弃权票，跟住。开始同俄罗斯区隔，甚至俾压力俄罗斯，就系、是、之前揾咗啲钱，所有嘅俄罗斯嘅能源、石油产品，佢哋经过佢哋嘅提炼之后，全部卖去欧洲。但系而家印度莫迪已经拒绝咗，唔再买俄罗斯嘅天然气同埋石油产品。俾壓力普京，喂，唔該你啦，真係坐低傾，好好搞掂呢壇嘢。咁但係話翻轉頭，你見唔見到中國有做呢啲嘢？冇。中共係點啊？嗱嗱聲買多啲平價嘅天然氣，然後賺大錢，跟住冇講產地來源，賣咗俾歐盟，賣俾韓國，賣俾日本。所以呢个就系印度同中共嘅分别，中共系口头上高嘅，而莫迪系事实上高，佢真系采取咗一啲行动。所以你见到泽连斯基喺呢一次嘅对话里边系相谈甚欢，呢、这个就系而家我哋见到嘅。所以莫迪必然会喺世界崛起，亦都一定会崛起，就咁解。印度。因为佢已经将自己嘅位置摆喺同西方国家一齐，
所以同中國唔同，中國嘅就係喺制度上高，而家同美國較勁就係中國嘅制度同埋美國嘅制度，究竟邊一個先至係能夠領先全球？節目做到呢度，希望大家 like 追蹤 share 訂閱課金睇廣告，可以嘅話加入會員同 Patreon 大 V 我天啊，希望得到大家嘅支持，拜拜。